飞也，家破人亡。为今之计，还有一个办法行得通，请大人明言。只要你女儿愿意殉夫，殉夫名节，朝廷必定愿意授予贞节牌坊。朝廷要是授予你女儿贞节牌坊之后，那么罗大人暴毙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什么？让我女儿殉夫？爹，我错了，这个祸是我闯的。儿啊，你这次你可是犯了大错了，你。哎，爹，孩儿罪该万死，可是艳娘她是无辜的，无论如何你不能让她殉夫啊！如果非要死，孩儿愿意去替她死。那梁苑镇要的是艳娘的贞节牌坊，那艳娘肯定会去死的。如果能代替她死的话，爹就是死一万次，又怎能忍心让你俩伤及毫发呀？哎呀，爹，孩儿错了。哎，快上去，少爷，别说了。杜师伯，为今之计，倒不如把艳娘接走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艳娘要是走了，杜老爷和杜少爷该怎么办？有句话叫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，咱们花点钱行不行？没错，钱是好东西，但是钱啊买不来贞节牌坊。那你想个主意。哎，方先生一直沉默不作声，他应该想到了好办法，是不是啊，方先生？方先生，我现在已经是六神无主了，如果方先生有什么好主意的话，烦请赐教，恩同再造啊。杜大人切莫着急，我想办法并不是没有，只是实行起来比较凶险。一切都是我自愿的，请爹不要自责，也请爹转告哥哥，今天的一切无人能够预料，希望哥哥不要怪罪自己，要怪就只能怪女儿福薄命苦。孩子，爹先是毁了你下半生的幸福，现下又害你守寡，爹对不起你啊。梁大人跟爹的谈话，女儿早就听到了，女儿明白，一直以来女儿没有尽过孝道，这次就当是艳娘报答爹的养育之恩，以死以报恩情。孩子，你放心，爹不会放弃你，只是这段日子可苦了你了。郎中，怎么样了？罗夫人已经多天没有进食，四肢发冷，阴阳不足，精血亏虚，如此下去不出三天，就算华佗在世也返魂乏术啊。老爷，就真的别无他法，非得要把小姐活活饿死吗？
自有打算。哎，乡亲们都看过来呀、啊！乡亲们都看过来呀、啊！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重大的时刻即将到来，我保证大家都不虚此行啊！哎，这大年还未到呢，干嘛弄得这么热闹？对啊，这是什么庆节啊？哎，这个你就不懂了。虽然今天呢不是什么庆节，大家好好的看一看，守节驯夫，都艳娘，贞洁牌坊，赠全教啊！哎呦，这大家听我说，为了表达对都艳娘的敬佩之情，所以。见证这历史的一刻到了，我们全椒县特此举办了这一次一代烈女见证会。好，慢，听我说，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，这么令人感动的时刻，难道我们不要尊敬一下这一代烈女都艳娘吗？所以，为了表达对她的尊重，我们特意的收一点银子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啊，来，这个，哎，别急啊，哎，一个个来，哎，别急啊，大家都有位置，有茶水，有点心，快，里边请。等，杜艳娘她死了吗？是啊，这到底死了没有啊？啊，哎呀，本官已经多日没让她进食了，差不多快死了吧，但是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只要艳娘一死，本官定会马上公布的。艳娘真烈呀，这都是杜大人三生修来的福气呀。嗯，这贞洁牌坊让我们全椒县无比荣光啊！是啊，是不是？说的对呀，太对。哎，咱们去看看。走。来呀！哎，快！这不是杜艳娘的哥哥吗？啊。对，哎，老王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们都家真是走运，这杜艳娘嫁给先帝御医，本已是天大的福气了，现在更能守节驯夫，真是名留千古啊！喂，什么名留千古啊？啊，我说这叫遗臭万年，贻笑大方、哎。这疯子，哎，不理他，来，接着玩，看什么呀？开呀、啊，开。六点响，输了，这点我输了，我真输了。你看那样，快压了，解开，都来看看啊，让开，让一代贞洁烈女诞生。哎，看什么看？啊，走。让我先进去，就是我先走。啊，见过两位大人。请。来，以饿死为名，是得拖延死期，再办一个收费的等死虚会，既能得名又能取利，守节驯夫也能办得如此有声有色。谁有如此慧根，能想到这个好主意？啊，大人，就是收入场费那个小伙子。哦，把他叫过来。常言，过来。哦。不知道两位大人叫小人何事啊？嗯，这个虚会办得好啊。跟本官过来。哎，不知大人找小人有何吩咐？这么多人当中，就只有你才真正明白本官饿死艳娘驯夫的真正用意。你呀、啊，捞了不少油水吧？哎，回大人的话，这主意是大人您想出来的，我怎么敢染指大人的东西呢？您放心，等我把这个会上的所有银子攒起来以后，我亲自送到大人您的府上去。混账！本官是向你索要钱财吗？那我岂不成了乞丐了？哦，我希望你懂我的意思。你一定是个孺子可教之徒，
不好了，小姐不行了。啊，站长，带路，快带路！哎，让我们去看看，哎，让我们进去啊！周杰，死了，真的死了。杜大人，你说他死的好不好啊？梁大人，该向百姓交代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本官真是太高兴了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小姐，闭嘴！现在该哭的是本官了。杜大人，随我来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出来了，大人。乡亲们，今天是全椒县有史以来最悲痛的日子。曾经有一位福薄命苦的妇人，为了坚守自己的贞洁妇道，决定在膘眉之年守节殉夫。她就是我们杜大人的女儿杜艳娘。本官现在以最悲痛的心情宣布，杜艳娘死了。杜大人，杜大人，杜大人，了不起！杜大人，救救我们！是啊，是啊，杜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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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别急别急，来看看看看看，也真是光荣啊！艳娘真是贤良淑德呀，是女子中的楷模，是我们全椒县的荣耀啊！杜大人，烈女长埋入土，能否开棺让乡亲们目睹一下最后的仪容，送上最后的敬意啊？是啊，是啊，我妹妹已经安详入棺，你们这么做，算是对死者的尊敬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只是看看。自古父母养育子女，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活着的时候能够快乐幸福，离世的时候能够平静安详。本官可以理解各位对烈女的尊敬，可是作为一个父亲，我更希望我的女儿能入土为安的。那就按照都大人的意思吧，啊，我们大家伙就不看了，就按都大人的意思吧。入土为安。哎，你的枪号已经死了，
今天已经下葬了，你不吃饭，就等着到黄泉跟他相会去吧。哎，什么人？什么人？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大雨，爷娘，我来找你了。喂，我好意把你从大牢救出来，你就这样死了？我是赵俊、少卿的朋友。来。你看那边是谁？爷娘，断了！爷娘，真的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。我没死，是爹救了我。我没死，对不起，杜大人，我错怪你了，请受在下一拜。本官只是做了父亲应该做的事，如果要谢的话，你还是谢他们吧。方先生，这次我们能避过一劫，全赖方先生。多谢方先生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大家平安无事，在下就可以放心了。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方先生，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。那我听到叶娘离世下葬的消息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真是在下有生之年最冒险的一次。在下只是在想，知府大人只说要贞节牌坊，但并没有说要叶娘的性命，所以我想，办法并不是没有，只是实行起来相当凶险。先生，事到如今，只要能救燕娘，多凶险也要试一试。有话您就直说吧。是啊，将计就计，瞒天过海，就让燕娘死一次，然后再死而复生。在下曾读过一些医书，知道有一种花叫曼陀罗，花叶均可中药，华佗的麻沸散可以让人暂时失去呼吸，进入假死状态。只不过这种药因含有剧毒，只限朝廷御医才能拥有。这段时间呢，只有都大人才能进入罗府探望燕娘，所以都大人负责潜入罗府药房，窃取曼陀罗以及麻沸散药方。晋升，杨府涉业广泛，府内便有制药房。你就负责监督杨府制药房的郎中，依照药方把曼陀罗提炼成丹药。吉俊，来，吃点水果。谢谢。来，谢谢。休息一下吧。在梁大人前来视察燕娘状况的那天，杜大人需提前吩咐丫鬟把丹药给燕娘服下，让他暂时停止脉搏与呼吸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！这票真的不多了，大家赶紧过来看看这一代烈女的诞
生机啊！为了让燕娘驯夫仪式更加真实，我们还需要证人。常云，你负责办虚会，聚集大量的百姓，让他们成为目击燕娘死去的证人。同时，为了避免梁大人一起上山下葬，在公布燕娘死去的那天，常云还去助都大人把虚会寿宴及早准备，让牙差送到滁州知府，让梁大人在燕娘下葬前调离全椒县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今天晚上我就把这些收到的所有银子全部送到您府上去。但是呢，为了不被别人看见，还希望大人亲自接受。有效率。本官真觉得你很像本官年轻的时候，假以时日，前途无量。多谢大人。那下葬的事情该如何安排啊？都大人自己的女儿让都大人自己处理就行了，这种事情还想花公款吗？大人说的是啊，大人说的对啊。方先生，好，谢谢你的帮忙，多亏你运筹帷幄才救了燕娘。啊，别这么说，在下也只是略尽绵薄之力而已，此计能够成功全因你们真挚的感情感动上苍。可是你们再也不能留在滁州了，而且不能用原来的名字再去生活。哎呀，别再拖拖拉拉的了，快走吧。谢杜大人。杜郎，怎么还叫杜大人？应该叫做岳丈大人。谢谢岳丈大人。谢什么谢啊，到现在我还是不愿意燕娘跟着你去受穷。快走吧，别在这惹我生气了。爹，您多保重。哥，这次我真的走了。哥祝你们白头到老，永远幸福。就剩下你跟爹两个人了，你别再惹他生气了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快走吧。走吧。先生，你的计策果然是妙如豪巅呐。赵俊，你学问进步了不少啊，都会用妙如豪巅了。哼，谁说不是呢？切。没有我的妙药，你们的计策也行不通啊。是是是，你最厉害。晋升，说真的谢谢你，否则我们也必死无疑。是不是兄弟啊？是兄弟就别说这些。不过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好像哪个地方不对劲儿。昌云说的没错，这件事虽然过去了，毕竟贞节牌坊已立，万一哪一天发生了意外被人揭发了，那可是欺君大罪。果真有此日，我都天祥一力承担。